智慧的这个仪式。那呢，有带着一个朋友或者是家人，好的，这个求道开智慧的伙伴呢，可以带领他们到这个一楼的教室。那么一楼的这个贩卖部呢，有这一个贩卖这个我们的这个香花，还有饮料，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新鲜香菇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可以先来看，先上去。随时不吃，并且呢，就我们的这个香花，是我们到这个一楼到三楼的这个64代的主持人向前献花致敬。另外，在我们的二楼准备了青石以及咖啡，希望呢，我们好不容易呢有这个机会。上面有什么样的增长，那以及呢，如果没有带小朋友